鳗鱼胸息怒。哇，你看它那个牙齿，那个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张啊。今天天气挺凉爽的，看后面那个潮水啊，是正在退着潮的，天空也是碧蓝碧蓝的，特别的漂亮啊。我们下去看看吧，看今天能抓到什么大货。走，这边那个潮水啊，已经退下去了，咱从这块先找一找。睁大我的双眼。哇呀，看这边这个树干底下。一只花盖儿，哎嘿，好，从后面抓它啊，一点都没在意，是不是？这是个母的耶，还没有产卵，可以带着啊，带着。哎呦，那边那个石缝底下，看看看，好大，好大的一条鱼啊，那个鱼尾巴，这条大海鳗，哎呦，哇，好的，抓出来看看，好久没抓到这么大的海鳗了，我有点不敢弄它的前头，哦。它一直在甩尾巴，跟像大龙似的。你看身上这个颜色，金色的，红棕色哎。我两只手吧。哦，这个东西，这个品种会咬人。我跟你说，它那个牙可尖可尖了。哦，身上怎么被甩出血了？这鳗鱼在这受伤了吗？哦，两只手。哇、哦，这条真的好大！哎，哎呀！你那么凶干什么？直接冲下去了，太大了，息怒，鳗鱼胸息怒。哇，你看它那个牙齿，那个嘴，要被它咬了一下的，手指头就掉了。快快快，我要放桶里头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它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它不进来，身上那个粘也胶粘胶粘的。长时间了，我一直拎着这个大鱼啊，还有点害怕呢，我怕它突然抬头再咬我。这石块底下，哎呦，看，这边是一只长腿。这石块底下，鸭黑，偶遇啊，来吧，这只个头还不错，是可以直接粘拉钩的那种，个头好可爱，来，上我桶里面，石块也翻开，看一看，嘿。哦，哎呦呦呦，看看看，这什么情况？上面还系着一只那个螃蟹，还有几只小螺。来来来，下来吧。它这里盘的挺好，也是一只长腿八爪鱼啊。我扣着，放桶里面。嘿。哦，这边这个小石块底下也有一个，什么情况？这是章鱼都在这儿吗？哎呀，出来出来，上哪？你这个地方太明显了。最不安全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，哇，这只也不错，这个大长腿支棱着，来来来，也收了。哟，看这边这个水坑里面，一只花干，这只个头还不小，哎嘿，哎嘿，先欢迎一试吗？哦，这两个大钳子一直在包，一直在包，拿吧，收走了啊，那就不客气了，带着它，看这水坑里面还有没有。好多小鱼啊，这些地方，哎嘿，这石块干不动，哎嘿，哎呦，鱼是真不小，好多那个鱼，但是这底下好像没有。看这个底下，我也发现了一只啊，也是一只螃蟹，哎呦，简直不小，快出来，哎呦呦呦呦呦。好凶好凶，这只是只母的，这只母的，你看它的个头还不错啊，这种石头蟹，来回家可以煮着吃。它搬了好多个石块啊，你看这个八爪鱼游出来了，它就吸在那个大石头的底部。哎呀，差点是把它错过了呀，看这只，哦，哎，脾气还不小，
跟我来气了，还用水攻击我，吐水呢。你看，哎，好好玩，好好玩，跟悠悠球一样。输了，嘿，上我的桶里来。看咱今天的这个收获也不错了啊，大海鳗、螃蟹不少，八爪鱼也好几只了。那我们今天中午就回家做个海鲜大餐吧。咱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